绿营议员不满，当场开呛，因为国民党议员邱于轩总质询开始不到一分钟就喊暂停。你讲别的，我要暂停我的质询。陈其迈的回应似乎不够积极，五十分钟的质询，邱于轩主题围绕防疫，总共喊了十一次的暂停，被酸启动了哆啦 A 梦的时间暂停器。来备询嘛，哈，要尊重议会。暂停几次，这个也是议会的权责了。另外 ，X-Men 群聚案件，北高两位市长前一天才隔空交火，北市卫生局五号下午又再次撇清感染源跟台北市有关。这个群聚事件聚会地点不是我们台北市，确诊个案跟接触者也不是我们台北市的。那所以我们有跟疾管署台北区管中心有做一个确认，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没有需要我们台北市去配合或者协力的部分。下午有防疫会议，会后会有记者会，那疫调是防疫专业的问题。柯P才呛虾，要单挑切磋医学。陈其迈反酸，防疫不是华山论剑。北市又搬出疾管署说不用配合，似乎不太甩高市府。总质询期间有防疫要忙，又遇上雨季和汛期，陈其迈的挑战接踵而来。TVBS 新闻林一邦、徐继宏、黄小琪高雄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